第一题比赛开始。 他现在八分就站着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先别动，别动队员，您看看这一招裁判咋的？先别动，别动，先坐。好吧，先坐。那甩刀啊！刀不甩轻了，怪不得判罚一票。坐下。你指挥，请大家注意点啊！请喝，请喝。 你就该打，也就是咱现在的路，明白吗？啊，对呀，他有一种这样的啊。
大家看大屏幕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根据语数散打的竞赛规则，总裁组经总裁判组合议，红方倒地无效。红方运动员倒地无效。第一局比赛，红方胜。根据武术散打的竞赛规则，由于场上裁判员口令在先，所以红方倒地无效。第二局比赛开始。第二局比赛结束。第二局，红方胜。第二局比赛，红方胜。
这场男子75郭彬锦决赛，红方芬兰选手柳文龙2比0获胜。